凤科 PRS 1-2无线麦克风，按压弹出收纳充电一体的收纳盒，48千赫兹的采样，16比特的位深，150米的直线传输距离，一键降噪。使用的同时，也可以给手机继续充电。5档音量调节。配件有数据线、防风毛衣，充一次电能使用5小时。充电盒内置700毫安的电池，至少可以充满2次电。作为一款专业的手机无线麦克风，连接到手机上，不论是否开降噪，本身是一点底噪都没有的。我之前还评测过另外一款麦克风，比这个贵上几百块，但是连接到手机上，发射器没有接收到麦克风的声音的情况下，依然是有底噪的。如果你是接手机拍摄探店、口播等短视频，可以选和我同款的这个一键降噪的版本。如果你是接手机做直播，有一些唱歌或者类似的声音需求的话，你可以去买另外一款带9种变音的那款麦克风，不用借助第三方软件或者声卡，麦克风内置了9种变音效果。我个人唯一一点不喜欢的就是它这个流水灯，好在这个灯是可以关闭的，而且性价比也很高。1-1的版本是199，1-2的版本应该是300左右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链接，或者去我的橱窗看一下。